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是说 a 是正数啦，那 a 加 f 负一次方是7，那哪一个选项是对的？啊，那这个怎么做？我把它平方好了 ，a 的 n 分之一哈，加 a 的负 n 分之一哈，我把它平方，这就等于前项的平方是 a， 后项的平方是 a 负一，啊，再加一个那个交叉项。2 a 的 n 分之一乘以 a 的负 n 分之一是一呀，好，那这个我知道这是7嘛，加2呢是9，后两边给它开根号，所以是 a n 分之一加 a 的负 n 分之一，这个等于3啊，它取正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 a 大于，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。再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哈，我就把这个因式分解了哈。把因式分解，这个等于 a 的二分之一次方加 a 的负二分之一次方，啊乘以多少 ？a 的二分之一的平方是 a 啊，啊减掉那个 sy， 把 sy 的话是一。再加多少呢 ？y 平方 ，y 平方是 a 负一次方。好，啊，这个刚算过是3，这是3乘以多少？这两个相加是7啊，7减1是6，所以这是18，所以这个答案是错的。再我们看到这个 a 的平方加 a 的负二次方等于多少？我就把这个平方。加上 a 的多少呢？负一次方，我把它平方好，平方好以后就会跑出这个来。这前面平方是 a 平方嘛，加后面平方是 a 的负二次方，啊加交叉项，交叉项是2ab 嘛 ，ab 这个是一层是等于一，所以是加2，那这个就可以算出来，因为这个答案这是7，啊这7嘛。49减2了，所以是 a 平方加 a 负二次方哈，等于49减2，49减2是47，所以这个答案是对的。再我们看这一小题，这一小题我也给它因式分解，好 ，a 的二分之五次方加 a 的负二分之五次方。哦，我给它做这样的分解，我就把这个乘乘看 ，a 的二分之三次方加上 a 的负二分之三次方，哦，把它乘以多少呢 ？a 的二分之二次方就 a 的一次方加上 a 的负一次方，哦，这样子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要减掉那个交叉项，要减掉多少呢？减掉那个交叉项。这交叉项上是 a 的负一，啊，这交叉项是 a 的正一啊，好，也就是这个把它展开来减掉这个的话，哈，会等于这个，啊，这个我们刚刚算过嘛，这个是18，啊，这是7啊，那个，这个的话，二分之二，交叉项一层好像不对，这一层的话是 a 的负二分之一啊。是 a 的负二分之一，它这一层的话是二分之一啊，所以这个应该是3才对，那我们算过是3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算出来了，18乘以7多少？7856577 4126，啊，126哈，减3刚好是123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一项，这一项多少呢？这一项的话，一样把它展开，我就 x 三次方加 y 三次方嘛，叫 x 加 y， 啊乘以多少呢 ？x 平方叫 a 的平方嘛，啊减掉 sy， 哦 ，sy 的话就等于一呀，啊再加多少呢 ？y 是 a 的负一次方嘛 ，y 的平方。a 的负二次方，
啊，这是七已知，啊，乘以多少？这个加这个哈，刚刚算过是等于47，啊减一，所以就是46乘以七，七乘42即4，四即28，哎32，所以应该322。好，所以这个答案的话呢是错的，哦，它选项是321，这是错的。啊，这个刚刚是一二三，这是对的，所以答案应该是选 A、C、猪。